飞身上车，黄圣依下身不保，走光啦。电影《冰封侠》早几日就喺 SOHO 区开工，呢晚就冇宇宙最强嘅甄子丹，但系就有靓女黄圣依同庄思敏喺度拍追逐戏。黄圣依着住短牛仔裤要飞身上车，喂，我跳。黄小姐身手就好敏捷啦，不过 pose 就唔系好优雅。两年前黄圣依喺威尼斯影展已经试过露韵啦，今次小儿科啦。查实呢场戏就讲庄思敏做车手接佢。不过庄思敏就唔识揸两个辘，唯有揾老汉帮手推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哇，三个老汉先推得喐。Jacqueline 呢架车唔简单啊吓。